第三届 CCTV 贺岁杯中日韩围棋争霸赛的决赛马上开始，今天出场的是我们中国的涂佳熙对韩国的金智熙。这个呢，就是金智熙现在目前对涂佳熙保持着全胜的战绩。屏幕左方就是涂佳熙，中国选手。涂佳熙是90年出生。九一年一月应该是90后的。对，金智熙应该是89年的。对，89年。所以呢，岁数应该是金智熙大一些。是。按照我们围棋界的规矩啊，可能别的不太了解，就是应该大家都九段的话，应该由年长者抓子。嗯。有年纪比较小的猜。对，刚才应该也是这样，所以涂佳熙是猜错了。对，所以涂佳熙下白棋。嗯。涂佳熙呢，应该是拿两个子。嗯。不过呢，因为是中国规则呢，猜错了拿白棋啊，不一定是坏事。是。而且呢，在此之前，我觉得涂佳熙应该也是信心满满嘛，因为他在采访中说的那个话，就说这个羊年希望有一个好的一个开始。别看现在好像进程。好像我们看到黑棋是星小目，白棋是二连星开局。然后黑棋挂角，到这为止是非常流行的。嗯，很多年前呢，很多是下在这儿的，就是白棋硬完以后，白棋硬一个，白棋硬一般是小飞硬，嗯，黑棋呢下在这儿呢是过去的下法，对，那现在呢，很多呢是下在这儿，要更小一路，要下在这儿，我认为现在下在这儿的可能性大一些，嗯。我们看，对，看看他们实战是以什么来开局。果然如于老所料啊，这个手脚，然后黑棋下的这个是叫更小一点的中国流。原来呢，因为中国流是往那边去了，对，所以给他起了个名字叫迷你中国流。他现在呢又变化了，就这个词我就不知道应该叫什么了，只能叫小一路。小一路迷你中国流，对，比迷你还要再小一路。看来还是于老了解您的队员，知道他今天要采用这个布局。不对啊，这下黑棋的是金智熙啊。是金智熙。那就是了解对手，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百胜。现在这最经典的是小飞，也有在大飞逼的，也有逼紧的。对。这些变化咱们也不一一来说。作为白棋来说呢，有拆二最普通。对，还有拆高位的。拆高位也有。嗯。拆三也有。这我们就拭目以待了。在这个变化，不管怎么说，我认为大家都很娴熟。嗯，对，因为这个布局呢，在当今出现的频率实在是太高了，以至于我觉得每三盘可能就有一盘棋要出现这样的一个开局。没统计过，但是。确实是非常多，是包括下面的对局啊，都下了。最简单呢，是在这单关守一个，就这么单关守一个。嗯，单关守一个。嗯。不，黑白不对。那黑。还有一种下法就是刚才这个打入。打入白棋是应该是在这拖。哦，在二路拖一个。等黑棋并一个以后。在黑棋，白棋二路拖。白棋二路拖，黑棋看黑棋搬哪一边。嗯。搬一边以后，有在这靠还在这靠的下法。哦。要先拖一个再靠。是因为根据黑棋的决定，决定这边的下法。那我们看到实战呢，如果搬这边的话，好像是，应该是不能靠。应该先断。断。嗯。那黑棋也只能打吃。断。黑棋打吃。黑棋打吃。黑棋打吃。嗯。我这个棍子不好使啊，你替我点。然后白棋上面打吃，黑棋粘上。然后贴过。贴过。然后爬回来。嗯。打吃一下，外面补一个，那飞一个。如果是这样定型，您觉得也是双分两分吗？我只能说我是看到这些下法，嗯、因为流行这些变化的时候啊，
我已经不参与这个比赛，所以我没有特别刻骨的那种感受，我感觉像这样比较正常。我们退回来，这样的定型应该是在实战中也出现过很多次吧。哎，我们退回完了以后，白棋没有下，我觉得他可能还是要做个决断，因为在断之前啊，假如这边能在三三或者什么地方走一走的话，也是可以考虑的。它的好处是什么呢？比如说您说这个时候白棋，啊，他果然是靠了这边。他很希望你退让啊，如果黑棋在这退，拿黑棋。黑棋退一个，黑棋如果退一个的话，那白棋再想刚才两下，就不用摆完了。那这两个交换就便宜了。对。如果黑棋要搬的话，白棋断。黑棋搬，黑棋没有搬嘛？黑棋搬，白棋断。这边先不动之前，在这边战斗的话，应该有一定的好处。所以好，也许搬哪边都有这个靠。他这个先拖一下，就是让你这边拖不了手，因为你搬一下以后投资是非常大的。所以呢，我在这边呢，再做一些动作。我随时可以断那些变化。当然呢，也有担心，就刚才说搬到这儿呢，有一个判断，假如黑棋靠的时候，黑棋不理，因为你这边就损了。对，也有可能黑棋不硬。黑棋不硬，黑棋在这接，在这儿粘一个。那白棋搬这个，这样的一个结果怎么样的问题？黑棋顶。顶，然后白棋压，黑棋吃掉。然后再虎一个。白棋现在怎么下？可能先打这个，先打这边。打掉。先打这边。这个很有意思。现在已经实战他搬了。对。实战他硬了。实战搬的话，我觉得。那我这个是要断吗？我觉得是要不断的话，你就只能退一个。退一个我考虑，感觉上是断。您觉得这时候断，那黑棋的下法打吃打，是这么下吗？如果打吃打，接上。往上。这样的话，有点像一个定式啊。如果像这样的，有点像，如果抛去这颗子的话，这边有点定式的味道。定式味道唯一的区别呢，就是黑棋这地方有个子，对，就多了一个子。但白棋呢，对，这边也交换了几个。怎么样搞不？当总觉得白棋能在黑棋的这块，就说你的势力范围内能打出一块，你的著名造型小迷你中国流，小一路迷你中国流，如果这么痛快的活出一块，这可能不能管，我要不管，要不整个煎一个，我觉得白棋还是可以满意的。我们拭目以待，看他怎么下。对，我们看看他实战会选择哪样的。他在这边。黑棋是打的这边。怎么说呢？这边的布，这些变化啊，应该说是我不怎么参加比赛以后才开始流行的。我可能讲的不是太透，我们还是看看他们的一些实战的下法。你看黑棋打了这以后，对，白棋这时候在断，这个时候在断，他这地方为什么先拖一下，就是我随时在走的时候你是拖不了手的。我只要这边我考验到你一些下法以后，那么我在这边就有办法了。现在如果黑棋还是吃的话，大家看可能爬不过了。对，因为有这个断的交换了。黑棋如果吃，白棋吃，接粘上，这样爬，然后这个时候爬，那我就可以顶吃。顶吃你只有提，他管。这确实感觉到黑棋不太行。黑棋只能从这边二路爬了，只能爬过，那就太委屈了，实在是。那么从这个变化图，除非黑棋就说这地方当然有赚，他这样爬过去，要不呢可能白棋断的时候黑棋不能理了。就一人损几个，我们把它那个清洁了看看。现在，刚才我觉得啊，看着棋的进程来看啊，我觉得在白棋决定靠这个的时候，应该花了一些时间，花了一点时间的。他到底是准备断了，像刚才那个简单的下呢，还是准备靠呢？他是我认为花了起码一次。好。现在呢，白棋断完以后呢，看看我觉得黑棋好像又花了一次了。可能应该是每人都花掉一次，一会儿评论。对，一会儿我们去看看对局室，就知道他们是不是都用了一次。
那这个战役于老在我们之前这个国家队的训练中，大家会经常研究吗？经常研究，而且还不断的变化。结论啊，一会儿黑旗好，一会儿白旗好。哦，是吗？但是我觉得最新的结论好像大家都说打路这么搬有点危险。哦。单跳一个是比较平和的。嗯。现在黑棋还有一种选择呢，可以。于老，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双方的用时，金志熙已经用掉了三次，还有七次。就这一段的时候，他用了三次，说明他的对这个啊，可能是没有什么准备。对。那陀嘉熙就刚才靠这个的做之后用了一次，对，所以陀嘉熙还有九次。你从这个用时啊，我当时也还看出一点，也就是说，金志熙对这个是没有太大的准备的，对，不然他不应该不会用到三次。他呢就这边呢小牺牲一点，退一个，嗯，这边肯定亏了，对。但是呢如果白棋退呢，他这地方呢对，他就再加补一手，哎，这边应该有一些便宜，但是白棋应该是不错的退啊，白棋就会选择退，这边就不再先交换了，可能不能再下了，我第一感不能再看，应该只能退一个，把黑棋从这翻出来啊。哦，他还要走，白棋真的那么狠呢、啊、哦，那还要继续的，不怕黑棋把这个，如果现在黑棋吃在这的话、如果能在这吃的话，那黑白子不对，嗯，对，我再来点，哎，如果这样的话，这半边的黑棋形状肯定是很完美了。对，那这边呢？这边呢？白棋的形状也非常好。这边真的是下了您这个点，这是非常想下的一个点，因为这个形状是非常优美，因为没有断这个之前黑棋是没有那么优美的形状的，是这个断和这个两个子是已经是非常破烂了，那么现在就是白棋这边能杀成什么样，最狠的是往这边打，您打吃我就粘上，实际上已经打吃了吗？嗯，已经这样了啊，已经黑棋打在这儿了，这个打吃了，就是白棋比较狠的应该是打了贴下去，您打吃我就粘上，哦，他贴下来，他实战已经下了。对，他实战是打的这个，我们可以看黑棋打白棋反打。那这两个交换黑棋已经便宜了。这两个交换当然黑棋便宜了。嗯。他可是他意思是你这地方黑棋已经下不好了。黑棋我打了虎怎么样？我觉得这你也是我的第一感。如果简单一点，打了一虎。对，打了一虎。白棋应该是会把这个先提了。啊，那我就补一个粘上。你接一个，然后接上，然后他拐了，补一个。这样的结果怎么样？我觉得是需要判断的。我觉得差不多吧，应该。如果像这样的话，双方都有所收益。但是我更喜欢黑棋一点，总觉得白棋有点，稍微有点。有点局促是吧？重复，因为已经活了，你就没有必要再活了。对。那这样的一个变化图，以前在我们国家队的这个训练中出现过吗？或者是具体的研究过这个变化怎么样？我没见到过，黑棋是打了，哎，就是完了断了退了以后，像这样的我没有见过，我是见到过就靠了断了以后，特别靠不走，就是黑棋接很多。实战呢，他是打了之后把这个拔掉了。他打一下就把这个拔掉。对，黑棋很黑啊。现在打了挡，显然是黑棋快一棋。嗯。就是如果白棋直接走的话。啊。四棋。嗯。如果打这个。我粘上，粘上，你粘一下，粘上，没四棋，粘上，然后直接挡，黑棋这地方可以延一棋，延一棋以后，一般，拐，我就粘上就行，哎，粘上，这样是黑棋快一棋，对，也就是说白棋最狠的可能不行。这样最狠的不行，白棋可能不能直接这么下，那正常只能是打这个，哦，打这个，打这个不能爬，打这个，对，可以了，打这个，打在二路，再问一下四棋，然后他实战他就拐了，他只能拐。如果打吃完不能爬的话，还不如单拐。对，这个打吃本身交换也可能帮黑棋走后了。哦，他这打一下是有必要的。如果黑棋不打一下，白棋这拐就可以打了爬了。现在就不能打了爬。那，
我是头一次看见这个结果啊，但是我总觉得这个结果白棋又有点重复。那还是觉得黑棋要好一些。黑棋要好一些。哎，这个好大，这个、不接啊。这个接。这要走，他是不是在犹豫是虎还是接？您要如果粘上的话，白棋还会继续走吗？不会走了。是啊。是后手，如果粘这个是后手，但虎呢可能是先手，但白棋就要打。对。他外面先挂一下，那这个好大。那白棋有心情跟他契合，吃一个。好，他还是不走。现在于老，您觉得白棋有心情走吗？有心情走。就吃一个，吃到这儿吧。嗯。吃一个或者吃啊、哦，吃底下是一样的，总是不如吃这个。如果这样，我就提掉。提掉。哎，提掉。嗯。黑棋可能会打上来，还是补这个。这几下白棋总是便宜了，然后再走外面。哦，对，这几个交换一下。这几下总是便宜了。嗯。我觉得走几个应该是。实战白棋把这个跳出来。嗯。是不是有点忌惮黑棋上面的这个规模？这个大，如果黑棋一飞的话，这个子就残废了。嗯，所以先走个。如果黑棋随便应一个，你就便宜了。黑棋有没有？黑棋不会应到二路吧？啊，应该是不会应到。嗯，应该会应到上面。而且这走了一个以后是可以跟那边打路一样。跳出来。他跳出来。那白棋既然走了一个，我觉得应该还会继续走。跳了这是比较普通的。嗯。那比较狠的有可能可主动或者横跳也把它主动了。真的吗？我觉得在这块的作战中应该是黑棋比白棋厚、嗯、跳白棋还要阻断。跳一个是最平庸的。嗯，跳一个黑棋可能会靠断这个，或者再把这个跳起来，跳一个这个。对，跳一 个,、嗯、跳一个先不着急。嗯，黑棋像这个的造型啊，特别怕打路，所以黑棋呢也可以考虑先把这个跳一下，把这个打路防住、嗯，也可以呢，就是其实现在再靠这个的话，应该白棋，我觉得靠白棋应该不会理。哦，靠这个，我觉得有点吃了有点小吧。哎，对，如果靠了这的话，啊，退一个，算的不准。靠这个，您是想？我觉得靠这个。靠这个。白棋这就黑棋就是有点小、哦、对，但是这个段是成立的。黑棋这个形状我怎么觉得那么怪异、啊、这倒不怕，但是问题是你靠这个黑棋会不理、嗯、白棋先不理，在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再搬。是，现在显然呢黑棋没有想在这个地方吃的这么小，他先飞一个，先把这个补好。他这个看来我的价值观不对，他们这个都不要了，他觉得这边需要补一个、啊、这是堂堂正正的一个大场。嗯，这是普通的大场，其实还是挺有诱惑力的。我觉得这边走一个，我觉得黑棋虎一下也是后手是吧？虎跟打交换，跟刚才这样提掉的话、嗯，应该是作为白的一方是把那个提掉好一点。对，所以如果虎能跟白棋交换，黑棋肯定不亏，我觉得赚了。但、嗯、看来是他认为虎也是后手。嗯。现在白棋的眼光啊。我一个是我的第一感是这个打路，因为曾子有，曾子应该是有利的。打路在曾子有利的情况下，这个打路是比较厉害的。对，因为他接下来打入黑棋盖住，盖住的时候可以挖。对，白棋可以挖，我们摆一下。哦，现在已经看到了白棋的选点啊，选的是二五清分，这个也是在新小飞手脚我们常用的一种清分的手段。除了二五清分，还有二四清分。这个局部是不是基本上来讲黑棋会靠？按现在的我们是说定式啊，大家常规定的时候、嗯、靠的时候呢，自从李超浩同志首戈以后呢，就是觉得挖是不肯的。嗯，那就二五清分就少了，因为你不能骂掉了，这就只能藏一个了。对，藏一个呢，黑棋粘上这个脚还是挺大的。如果有了这两个交换，你这个打路就受限制了，就打路就不能再用了。不能再用的话，我觉得白棋应该不肯。我怀疑啊，嗯，那个是不是白方是陀加西吧？他会不会对这个挖有什么心得？他觉得现在能挖呀？
于老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对局式的画面啊，现在看到他们双方的用时都剩下7次读秒，因为每次我们切到对局式呢，肯定都先看他的用时到底是什么情况，就以便呢我们知道这个棋局啊现在是谁用时比较多，后面呢跟每一手棋他们的一些选择可能都有关系。现在是大家都还有7分钟，对，那个金志熙就是在这边呢，这步断完以后是吧，那步棋想了，对，就长这步棋，想了很长时间。那个陀佳希，陀佳希我就知道这步靠用了一次，嗯，后来还两次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用的。哎，你们看，他真的挖了。是啊。按照自从李昌镐对这个局部进行首割以后，这，原来的我们的标准定式，都认为都是挖，但现在呢，好像大家都不挖，都觉得不挖了，因为挖局部，就把定式下完的话是白棋吃亏嘛，对，但这是李昌镐同志说的。但是呢，我们还是很想挖。现在又变了吗？我们中国棋手的研究，在我心里，我觉得是没有变。嗯，我，但是我们看到，陀佳希今天是挖了，那我们看看他是因为这盘棋的全局原因呢，还是他因为他对这个局部的变化有一些新的认识啊？从我来下的话，我从这个调，如果不能挖的话，我觉得这步调是不如好，会选择那边的打入。哎呦，哇，拖一个，这是新手哎。我这样是看到过的，这步棋确实我头一次看见。但是假如这颗子在叉二的位置的话，有碰的。有碰的，但是碰不是这时候碰的，不是先挖以后再碰的，是掉一下以后，确保这步挖存在的情况下。先碰的。是有的。现在我们看到陀佳希下了这碰之后金志熙他反应还很快，我还以为在这个地方他要用一次呢。我觉得快的原因啊，是因为在拆二的时候碰这个已经是有很多实战了。黑棋是搬的。黑棋是搬的，然后白棋是断的。嗯。那他就是直接就套那个定式就行了。我认为白棋会断。那黑棋是扭十字长一方吗？里面黑棋有很多种选择。那断掉。因为这边的白棋有很多的利用。嗯。然后呢，白棋两边都是不，他的招式啊都是不可行的，单独的话都是不可行的。嗯。但是呢，他们长在一起呢。对啊，可以组合起来。组合起来呢，就是黑棋必须就是说把一边我便宜捡到，另一边呢要想办法清处理。是，那于老，您给我们摆几个变化好不好？就是黑棋会下什么？我见到比较多的是打在这儿。嗯，打吃。然后立下来，立下来，然后挡上，挡上，然后呢，这是不是多了个子啊？然后白棋再打吃，这边打吃，好，白棋打吃，白棋打吃，黑棋长，白棋把这个按定式走，再爬，我立一个，打吃，那我只有跑，打吃，我再跑，再吃，然后呢，白黑棋拐。提掉，这是一个转换。这个现在是提不掉的，对啊。这个是下盘棋子，嗯。然后现在正子谁有利啊？正子黑棋有利。嗯，然后再吃一个。吃掉。不过黑棋能把这个争掉的话，我觉得黑棋还可以。不过我看到的定式啊，跟那个不一样，因为正常黑棋会有这个和这个交换。飞一个和尖一个交换。这两个交换很关键的，因为如果黑棋有这两个交换，那么白棋其实在动这个之前甚至有可能可以藏到这个。那现在呢，因为没交换到这个呢，白棋呢还有它一定的好处，它白棋你没交换到它可以尖着的，也许这个字被争也是可以考虑。这个是比较就说定式化的一个下法，但实际上白棋在这个中间呢还有很多别的下法。那这个下法，嗯，大家的公认是谁会好一点呢？就刚才您摆的那变化，因为黑棋来说有很多出路，比如黑棋单退这个，现在也有单退的可能性。单退好像是很妙的，怎么打吃完有可能把这两个顶死？这就是有可能被人家上教科书了。还有黑棋看看简单点打了挡的时候啊，白棋能不能藏到这一下也很关键。要好，那我们给大家。摆几手，因为现在呢，金志熙又再次陷入了长考。我觉得这手棋之后，我们有必要再看一下他的用时还有几次。您刚才说的是黑棋打吃，然后白棋立，然后挡住。这个时候能不能藏到这个时候藏？你吃掉的话，
那我打一下街上，我加下来，然后这个地方我还留着活棋，对，我得补一个。不，就以后我还留着，我就不爬出来了。以后我就有个活棋。嗯。但是这个长呢，我认为黑棋飞到的情况下，白棋一定长得到。对，现在呢，我可以点角。他这个飞和这个交换没有，要重新判断。不过我倒觉得这地方挖到便宜很多，因为你没有挖到，以后就挖不到了。对，那我肯定打里边了，确实。所以这个穿好筒呢也是可以考虑，我觉得白棋也可以考虑，因为你如果长到的话，刚才再转换的时候你就争不掉我了。哦，我们看到了实战。实战黑棋是单粘，黑棋在这不赢，对，在这个单粘。单粘，看看啊，金志熙这步单粘用了三分钟，又发生了变化，用时金志熙还剩四次，陀嘉熙还剩七次。我这地方啊，可不知道大家收看这个的电视节目，就这样的比赛类型啊，有多少次？但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规则啊。好，他过的一次的时候啊，实际上是可以思考一分钟的。对。所以，假如说你一次都没有的时候，嗯，一次都没有的时候，你每步棋都必须在三十秒左右下。对，我们的用时规则呢是每方三十秒有十次保留时间，就是于老讲的，就十次这个全都用完了，然后我就是三十秒之内必须要落子。特别要说明一下，我们正常读秒呢，就是说你过了这一次，嗯，比如说我三十秒我没下，那么我过这一次呢，还是给你三十秒，嗯，但是我们这个 CCTV 杯的规则，就是说这次比赛规则，你过的时候不是给你三十秒，是给你一分钟，只要那个牌牌上只要显示的有数字，它就是一分钟，如果显示零了，那您就是三十秒必须要下，三十秒必须下，对，现在黑棋呢，粘了这个。我觉得它也是跟这个飞没有交换是有关系的，不然的话白棋简单的挡下去就可以了。现在大概白棋也是，对，我觉得可能也是要打下去。哦，这样挡下去。至于这下要不要打是关键，它可能白棋现在不需要打这一下。您觉得白棋是直接打？两种选择，一种是打完再挡，一种是单挡。单挡呢肯定要长一下。啊，单挡。嗯，如果单挡，然后打吃，那就可以应该要长一下，然后等它爬的时候。如果你那可以选择那个，然后我再补一个，再接一个，然后白棋再接上，这次啊他实在挡了就选择这个。如果不先挡这个先打呢，就准备这颗子弃子了。嗯，那现在呢就是单挡啊，单挡黑棋打吃，我认为这时候白棋应该要尝一下。这个地方如果被黑棋单提掉太干净了，这边呢单提掉的话。就我觉得啊，单提掉的话，就不如先打完再打。嗯。但是呢，白棋要长呢，也要思考一下。如果长的话，黑棋有可能转这一边，这就要判断了。白棋敢不敢长一下？对，长了。好，选择中他选择了长。长，他这步长没用时间，我看出来，他正好在过之前他下了。嗯。对，于老，您经常参加快棋赛，是不是对这三十秒的，就是很有感觉？就到底三十秒？我们现在讲了那么多棋啊，他叫我参加那个这种快棋赛的那个感觉啊，实际上现在都不是关键的时候。哦。关键的是你真的一次没有的时候，那时候真的是一念之差。嗯。那个会出入非常大，他长了，黑棋没有选择转换，转换是感觉上。还是白棋不错，然后黑棋白棋呢，现在应该是会接上或者长这个，但是粘上厚一点，本手是接在这，那长一个也是可以，因为真子是白棋有利，那么长了这，那他只能打在这，然后把这个盯住，也是可以考虑的。看看这个，应该说是接着的是本分，对，粘上很厚实的选择。然后黑棋呢，这时候应该说。只有这两一种打吃和长两种想法。如果说是要选择打吃，那么就要计算清楚，白棋跑的时候，黑棋一定能压。这个能压吗？应该能压吧，打吃。然后长，然后我压。如果能压，可能有点味道。然后再目前是行再长再长再压住，然后再压住然后它挡顶到这儿但是不能被白棋扳到这一下对，不然它就可以，不
扳了打到一下，它就可以立了，知道吗？立啊！哎，打了这也很干净啊。他实战黑棋是打了这边。对。上边白棋打一下。嗯。这好像如果能打在上面的话，还是非常想打在上面，味道差一点，但毕竟是这地方差一个字。对，这个头硬一点。嗯。那显然黑棋啊，不觉得这地方转换，他觉得很满意。白棋的这个角其实也很大啊。要我就是说黑棋是它非常的厚，但实际上我给大家的判断一下，我觉得啊黑棋的效率没想象那么高。嗯，这边呢也就是新小飞尖了一个，对，一人拿掉三个子，一人拿掉三个是一样的，然后这边两个呢就相当于白棋断了一下，然后多送了一个子儿。嗯，对吧？对，如果是那样的形状，可是白棋这边可是在黑棋的势力范围打出的效率对比黑棋还高，就如果光拿掉这几个特别损啊，就是说损的其实也没损，实在的就是让你更厚一点而已。是，就这些损之外的话，白棋这样的效率，你看，假如说你插二这样棋，你这几步是非常损的。对，而且这颗子也是没法交代。本来我正想啊，请于老您判断一下形势。我一听您这几步解说啊，我们大家啊也已经都心知肚明了，已心里有数。知道啊，您肯定现在觉得白棋不错，形势。我觉得这个半边的判局部的白棋是不错的。而且呢，现在沱家锡的这个保留次数啊，还多于金志锡，因为您刚才也说到，现在还不重要，就证明了这个尽量啊，把保留的次数呢用在后边的中后盘阶段。嗯。有些时候啊，就后面你如果有他一次，因为他过的时候不是三十秒，因为是一分钟，对，所以在该不该打劫啊，该不该问那个要，就是说比如说人家问你要不要撑住啊，这种决断的时候，如果多一次保留时间是非常重要的。哦，现在这个金志锡靠了一个是下一轴准备点角吗？准备加的，他要全部洗出来啊。靠这个他的理想图，我们只能说是白棋挡住，白棋挡住他加这个，那他理想，然后这两个剑合，我虎一个吧，虎一个被打，那这白棋肯定不满意。但是我长一个，他是不是就活到脚里边去了？是啊，所以他靠你这个挡不一定那么听话嘛。你如果挡就呢，他如果挡了，实战挡了，对，实战看到挡，那肯定是我认为是白棋要长那个。白棋长，那就是说要围中央吗？清一下，不是围中央，这个虎打是肯定不可能，我认为。没有，我是想对黑棋整体进行攻击。这样的效率是绝对不可接受，这肯定是要退的。不然的话，我觉得这步挡吧，应该搬到外面。嗯。已经下成这样了。对，已经下成这样了。嗯，我看看啊，长。长。哎，长。哦，那我就长进三三。长进三三，白棋有什么办法没有？看上去是黑棋活好大一块啊，啊。对啊，我就觉得这个地方被黑棋掏得有点心疼，所以我想着整体不知道能不能攻它。我觉得只能冲了里面断一下，打一下脱先了，确实活得很大。嗯，那他刚把打那么快呢，他为什么不搬在外面呢？搬在外面。嗯，搬在外面。那黑棋会下什么呢？他还是加应该。哦。搬在外面也是加，然后搬三三这样从外面贴出来。哦，是这样。这个活得比较舒服。好的，欢迎回来。于老呢，刚刚我们啊也听到了这个研究室的一个判断啊，觉得现在的这个形势啊对白棋有利，这是我们世界冠军周瑞阳的判断。有两个点，一个呢是这个局部的判断，他觉得本来白棋可以更好，虽然埋下了最好呢，但是局部也不吃亏，对，那我们这边就放心了。然后呢，就是说这两个大转换嘛，不管怎么样，目前的形势呢。我觉得没法判断，因为实际上啊，就是时控和外势的一个，主要在后面外势怎么判断。但是呢，周瑞阳呢给我们吃了点定心丸，他认为呢是白棋比较好下，我们希望如此。我是觉得主要看后面这外势的怎么判断，要是。我在想这个地方，我怎么觉得啊，都说四面合围，我觉得就剩这一个口叫封住了。如果这个角这么快做活的话，我倒觉得宁可我这个不拆边，我在这补一个。哦，我这么快的活一块，我是不可能。而且呢，特别白棋挡这个本身是可以搬在这的，或者
有没有更好的下法。总之呢，我对这么痛快的活一块有点耿耿于怀。哦，啊，现在这地方激情四射了，对，就是直接靠上去了，然后搬白棋反搬，对，黑棋打吃粘上虎一个，如果挡住呢，他就要贴出来，冲出去，他这个挡也不挡，就直接吃在这儿，这得有很好的判断力啊。如果黑棋鼓打一个，那就大转化了，是把这个冲下去，嗯，那当然白棋肯定是这个棋的，这块肯定是白棋的，这个对啊，我就想这个能不能长出来啊？长出来他肯定是不准备挡这个了，贴这个是先手，他打了接上，然后我贴下去。哎，这是快棋，这快棋如果这样的战斗，我认为是没有办法我们一起说得清楚。嗯，要不要贴这一下？这贴是熟手，是不是能不能单打？单打了接，他不打这个，不挡这个之前打这个，我认为是不会再挡这个了。还挡啊？啊，又挡回来了。又挡回来，那这两个交换没有必要，等黑棋捅出来的时候再打，也许是一样。那他现在黑棋多一种选择，也可能更迷惑了。黑棋现在有机会在这补一个。黑棋可能啊，补一个，可能托加西是不是认为只要能把这个拐住就还挺好的？如果黑棋在这补这个局部，这几手，这手肯定亏了。嗯。但是呢，白棋呢可以把这个挡住，可能比较幸福的挡一个。如果这样，如果黑棋现在压出来了，压出来就还原了，一样，就是白棋如果先挡的话，再打这个是一样的。那他为什么要先打一下？是个谜。可能想迷惑一下对手，让对手多一点选择啊。这个时候，尤其是在时间的催促下，不是一件好事儿。那黑棋还是勇敢的一压出。那如果我们再摆摆，假如我最想做的事情啊，那就是，然后贴了。他先贴，他不敢先打，贴完这个打了粘过来是，非常想干的一件事情。那黑棋是拐的吗？正子现在是白棋有利啊，你要解决，当然是拐的吗？可以拐，可以搬啊。首先黑棋的必须防住这个，然后才能考虑防这边。对，这两个不能被争死。那您能给我们摆几个变化图吗？没有讲，如果有时间的话，我可以摆搬。到第一杆啊，搬。那黑棋肯定是要打出来，白棋肯定要。白棋打吃，我粘上。这个是必然的。那我也只能断吃喽。这肯定要断吃。打吃。粘上。现在呢，这边有断。对。这边一般有，就只有一气了。嗯。所以呢，白棋延气。白棋在这延气，对，拐黑棋呢肯定得断，这个对杀，谁有利呢？我现在目前看，好像白棋还是不错的。好，现在我们看到了黑棋还剩两次，白棋还剩六次。那托加西呢，现在是时间上是比较充裕，而且现在呢进行了比较激烈的搏杀中啊，我觉得应该是对白棋有利。搏杀这是同一个地方啊，金志熙只有两分钟了。对，不，金志熙还有六。金志熙只有两分钟了。金志熙还有对，金志熙还有两次。对，托加西。咱们的托加西还有六次。这么复杂，那肯定算不清。后来呢，我看实战金志熙就退让了。嗯。退让了两分钟，可能退让了。还刚才那个对杀，我看得那两分钟觉得不够用，然后所以其实这个时间呢，对我们棋盘上的选择也会有一点关系啊。如果时间长，我们会选择复杂点；如果就是没有时间，所以他才选择这个虎一个。不，但问题是托加西他跟你没完呐。是啊，因为我有时间啊，所以我要揪住您。争这两个子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。完了以后，正常我们的想法啊，就是白棋在这块能做活，就已经很满意了。哎，就虎一个，比如脱退做活损一点，把这两个争死。但他现在要顶着火，这个不藏进去，那肯定是要藏进去了。这我们把这种棋就叫做打僵，叫做思想工作，做思想工作。他怕如果顶你藏，他要靠断这个。嗯，他是先在藏之前做准备工作。这时候我们看棋的时候啊，要注意，就是说白棋其实有两种想法。一种是提干净，对，一种就是在脚上补一个算了。不，一种拐，这个不能被跑。哦，这不能被跑。您不是说做思想工作吗？我还以为就是说你这补不补啊，还要提掉。他勇敢把它提干净，他其实拐在这儿呢，就一手棋还没搞定，将来还有引征什么，这提呢就干净了。这只是这颗子呢，在这边战斗的时候有可能没有这个子好使。嗯。这黑棋必须藏进来，我就不知道白棋，我认为是要靠断。他既然顶了，我
我没有算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能顶。那他肯定是靠，这步靠是必须的。嗯，靠断，哎靠，正好那换成黑子，断，然后冲，断，断掉。断，你如果打四他就多过了。对，能不能长？我认为是他要长。长呢，白棋顶这一下作用呢，就是为了这个断先手。黑棋长，白棋我认为是要断。哦，断。他这地方有这个下来，后退一个，就这地方有一计。这时候这种复杂的对杀，是不是因为吃了这就打劫了？哦，真的吃了。他不敢长这个，长这个这个断是先手的话，就在这个管下里也要计算。哦，那现在这个打劫呢？打完可以搬的。看这个手势，陀佳希是准备这样，那肯定打了都打这个就只有打劫了。那现在劫彩怎么样？我认为只开劫黑棋应该不敢，但是呢，黑棋呢还有一种，不管怎么说，黑棋把白棋大控破了，这边而且很结实，他很有可能就提了就不打劫，外面虎与虎。但是我这边已经提了一个乌龟壳了，这个对于黑棋的影响是非常大的。现在目前我认为就基本上这样。就黑棋能不能打赢这一个劫，就是说打着一下就便宜，但这下可能打不着，他可以当虎，你提他就找劫财，用虎在这当劫财，就白棋度过吧，黑棋当虎这个，对，或者等一点时间，等一段时间以后，在劫财有利的时候再开劫。虽然就像您说的，就是白棋的这个大控啊，就被黑棋给破掉了，但是我觉得呢，中间让白棋提两个子啊，如此舒服的一个形状，这两个子就这么被拔起来，我觉得依然是我比较喜欢白棋。应该说是白棋呢让这个后士无所作为，作为代价在这地方呢拔了一个两个子，非常痛快两个子。对，不知道怎么样。现在黑棋先在这边走，是不是呢？他是等待机会，因为白棋如果不打吃的话，这边就是劫财了。他有这个劫财的可能性。如果您打这个，我有没有可能对，他已经便宜了嘛，也没有可能打这个。这个连环劫是不能打的吧？不能打，因为白棋这根本没有损。他你不管你打什么劫，他都会把这边提了。对。现在白棋有可能会就提一提，然后之后呢，在外面一打吃就完事儿了。那黑棋这个扳是很舒服的。对，这个很舒服。既然走了，应该接下来会找一个劫。现在总体来说，黑棋这块比较大。这块是他搬一下，眼见了，我觉得黑棋应该会搬。我想他是充分的利用这30秒的时间啊，考虑一下。他压上面。他是贴的这个。他要上面的气。这个是劫吗，于老？不，这个好棋。为什么？我觉得因为好在哪里，我还对这步棋有点有可能应该拐这个，他贴他留着挡这个。挡是死了。那就是说现在我只能打吃了是吗？白棋他如果打吃的话，他可以打一下。我打吃。对，我好像只能打吃了。打吃的话，黑棋肯定也是不走了，将来这也不用走，你虎完以后得有个扑，大概是只有打吃了，不打吃一挡，这个局部有个小尖。他用这个当劫材。当然了，这步拐是很厚，但这步还是有点实惠的。他提过来，我有没有可能拿提当劫财呢？不太可能，因为是以后是到底是提还是点，还得过几再看一看。还要保留一下。这个劫打赢其实没有任何意义。要找劫啊。这个劫没有太大意义，我觉得就外面打一下差不多了。就吃了补回去。当然白棋也有一些无本的劫财，那边。这边应该有一些没有什么太大的本钱的劫财。对，现在呢，我是觉得白棋确实下得很舒服，但是我意识到了一个问题，就白棋的目数是不是有点紧张？这个时控啊，黑棋的右上角的时控实在是太大了。到后半盘的时候，是啊，你这两步和这三步都是有点损的。对，而且拐这个的时候啊，好像黑棋是可以顶上的。所以，那现在这个白棋以后掌控的地儿到底在哪儿？那看着黑棋这个目数啊，确实都挺肥的。哎，这个，你看这手势了吗？很匆忙。
不，他我认为是临时改的主意，他不知道为什么要下来这里，他肯定当时这就是读秒，他就满盘不知道找哪就。但是这步棋当然没关系，但有些时候这么满盘找一步棋，就影响胜负。是啊，现在是那个金志熙的用时是没有保留时间了吗？一次都没有了。不是，我是在问啊，是不是没有保留时间？为什么他这步棋下得如此的匆忙？而且于老都说他是临时改变的招法。好，现在看到金志熙还剩下两次，那看来呢，他是想把这个两次用在更关键的时候。这步棋是有危险的。是白棋可以利用这边包围他这个子，起码有些回答你不好回答，你原来本手是应该是退或者立一个的，现在你退或者立都担心这颗子被吃掉，如果你要搬这个呢，可能底下实地就有可能受损，黑棋白棋可以断。现在他选择搬断，那我是不是只能上面抱吃呢？抱吃被打，要不退不是下边也有一打，退一下，那如果打这个他底下打一下，那可能就这样算了。不是打二路便宜，还打三路挡下来，有没有可能？然后从一路兜过。就是断，黑棋大概多半还是只能吃这样。对，白棋肯定要断，白棋已经断了，咱们就重新试吧。您说长吗？把它，就是棋箱清掉，如果吃到这儿。对，您吃我就二路打。如果您长就想。他不可能这样，这个实地死损太多。那中间的这个黑子是不是就有危险了？他是牺牲这颗子啊，以防白棋直接跳来这儿，他应该是这么理解。他为了救这颗子，总之呢，有了这颗子，匆忙下了这颗子，在这边打仗的时候都受点影响。对，他现在只能断一个子来牺牲，这样逼你在这儿吃一个，他好跑这颗子。但是这几个交换应该还是比白棋便宜了。他还是要靠这个。刚刚呢，我们听到了这个韩国代表团的朴正哲七段呢，就是说到啊，现在当前的形势他觉得差不多，然后呢，他又提到了陀嘉熙的官子非常的厉害，是不是这个潜台词就是说这个陀嘉熙需要官子上要使把劲儿了？那于老，您觉得当前形势怎么样？我对这边的判断啊，不好做出，因为只有等最后点目的时候才能。那这边的变化现在还没有定型。刚才白棋啊，我觉得不靠这个，靠这个象是一个好形。您觉得就直接打吃？我直接打吃一个白棋，肯定是已经得分了。现在靠呢，没有想到黑棋是在这地方做动作。在这做动作的话，现在白棋该怎么办？我们还得拭目以待。现在白棋好像只能接。那我冲。冲。挡能不能？摆一摆。好像。粘上。冲。挡上。只能挡，它藏在这。藏在这。或者直接断，这地方的定型我还一眼看不穿。这应该提。断。搬到这。搬。那这样是不是？白棋也有点危险，那您现在是不是要断了？这边能通，打完一下这边能通。对。所以当然这边还有我一下没有看清，但黑白棋已经只能这么站了。所以当时不要靠这个。确实我们看到白棋也站上了，现在我估计就要往这条路上要走了。您可以再继续的给我们摆两，就摆几手，因为白棋确实。如果这样，那黑棋肯定要断了，白棋要断。黑棋冲。那冲挡住。但黑棋长不长是一黑棋，现在我们再往下摆着，该白棋下了，不它长掉子，现在可以摆吗？可以摆断，如果黑棋打着这下，再打着这，那我这样兜一圈把这个打过来是吗？打过来兜一圈打过来它可以。现在它实战下的跟您当前摆的是一模一样，所以呢，我们大家也可以看于老的这个摆。没有，他单断了，没有藏了一下，没有藏，他清掉，这个我们就不用担心这个了，他是单断呢。那我搬一个。搬一个，他就把这个底下吃了。那我这样搂一圈。他，这是我们的理想，最好是。对对对，最好。他会不会再走别的，我就不知道。就这样。他这样冲一下，总要冲吧。冲一下这边有断点。会形成这样的转换。可是就在我们摆棋的这会儿功夫，我们已经看到他的实战。他这官子问题，他搬一下便宜，有可能便宜两步棋。假如能做到的话，他身这能做到。做到的话，他现在搬拐，然后再怎么收？跟那这边大概还是刚才那个说法，好像是大家都变厚了。
在这地方的战斗过程中啊，嗯，有一点要注说明，白棋要千万要注意，这地方黑棋还隐含了一个圆盘。哦，对，在棋盘的左边啊，我们看到还有一个重磅炸弹，嗯，一个打劫。我们称这个叫原子弹。哦，原子弹，就不能被黑棋放。黑棋要是打赢了，就跟这个这块的地方就跟放过原子弹差不多。然后，哦，对了，已经尸横遍野了。所以就是在可以说就是只要黑棋开上去就可以在别的地方任走两步。现在黑棋会不会有别的下法，比如说打车在这儿？那您这时候啊倒提醒我了，我在想有没有可能这个打劫啊？不是打劫啊，打对啊，打那边的劫，我这边连走两手啊。但是您要如果说我打吃，您打吃，您停，我就要开重磅炸弹了。嗯，我想请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个，啊，正说着他拐了，因为我想着如果打完之后，拐了没什么问题，我想打劫啊，然后我这个劫财不是也很舒服吗？这是黑棋的一个机会，就是说，但是是不是陷阱也不一定。啊，现在正常拐一个很正常，拐一个就是顶多白棋可能便宜了两目棋的权利而已。嗯，但是我觉得这样下法很酷啊，我打吃您打吃我开劫，然后您提掉我用这个打吃和提当劫财。嗯，太搬了，大概就下台刚才我们那个结果。嗯，那黑棋肯定是打吃，他再搬一下应该可能便宜到两目棋。黑棋这目小意思并得的不多，嗯，但是呢关键是黑棋这块就厚了，当然白棋这中央也非常厚，全部封严实了。黑棋中间这个靠是靠不出来的，我可以夹住它。对，那这个跳有没有可能呢？哎，真的，我说着这个跳它就跳到这儿了。看他手势好像很匆忙。嗯，但还是跳了。对，因为我刚刚看见靠一个是被夹住，是靠不出来，但跳这个地方白棋怎么办呢？一种是先藏一个，你双我把这个连回来，那就放进来杀了。您说先查一个啊，然后我双住，嗯，我把这个连上。啊，那我把这个搬过来。搬我退。啊，好。那这样是一个变化。你看现在金志熙的小动作会变得多一点。刚刚看到，你看他拍头，然后一直这个动作，是不是意味着已经准备什么时候要投子了？这是投资鱼是吧？投资哇，真的是投资了。嗯，祝贺陀佳希战胜了他的苦手，然后也祝贺陀佳希呢在羊年获得自己的第一个冠军。